哎呀，谁呀你撞到人了？嗯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怎么这么嚣张呀？我干什么的？我火葬场工作的。火葬场工作一个月赚几个钱啊？你这么嚣张？一个月两三万，好的时候四五万吧。哇，那你那还要人吗？要要要，每天都要啊。不是，我说我这样的我能进去吗？能进去，200斤的胖子都能进去，你怎么进不去啊？我意思是就我这样，我站着，我站着能进吗？站着，站着，站着，我们技术还没到位呢。老板，这个多钱？你好，美女，一共105。啊，这么贵，便宜点呗。小本生意不赚钱啊。我太难了。我总来你家买东西，给我抹个零呗。啊，抹个抹个零吧。下次别再讲价了啊。你好，大师，生活欺骗了我，请问我该怎么办呢？打开手机，点开美颜，然后你也欺骗生活。哎呦我的妈！